主料锅边100克，辅料你韭菜15克，葱5克，虾米15克，咸菜10克，香菜10克，盐巴1克，鸡精2克，油3克，水300克，红酒3克，葱切末，咸菜起净，米韭菜香菜切碎，锅加油，葱头爆香，加入咸菜红酒，加入虾米水，加入锅边煮熟，水开加入葱花香菜米韭菜末，盐巴鸡精，烹饪技巧，加入泥鳅菜有增香，也有泥鳅味道。泥鳅菜可以煮鱼，个人觉得鼻子松好吃。咸菜本来就咸，盐巴少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